灌瓶子，我操！流浪给他灌瓶子，老子无语了。哎，老子你妈的无语了！还有这种玩法，你他妈的干鸡巴呢？还开塔防，这个就是拉残影 A， 就是因为它有魔棒十格，你如果拉 A 残影 A 的话你确实能打出来，但是你拉 A 然后再残影炸出来之前它就拉就结束了。我操，这什么
你妈的啊！你现在你想走了啊？问过我的同意了吗？渣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渣男。还有你，渣男。渣男，对面一群渣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问过我的同意了吗？难以抵挡的诱惑，你看这赏金他下来干嘛的，我都看不懂，好吧，我都看不懂。没事不要招惹我呀。这么多人，我操，我们家幽鬼早开的，这是我的，我还不能使用，毫不迟疑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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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他妈的，我就在这守株待兔，好吧，我不信没人来。这边的话为什么要这么滚呢？因为它有个萨尔的框大，你要适当的躲一下子。当然我这波这么上也不是说肯定能躲掉，也有风险，但是你这么操作肯定没错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滚出去拉 A 残影，你可能就被萨尔大到了，对吧，可能就会死。蓝猫这英雄特点不就是灵活吗？你像我现在这个经济很高，但是我被控到了还是八成会死的。这边先切那个比较好切的脱节的，这边的话我蓝不多了，先看一会儿，他被递回去了。兄弟我帮你声援，加油，不要放弃，加油，然后适当的时候出来 K 个人头，可以没拿回家了。这边先适当的让他们杀我，杀一个我队友，升升级。
我杀流浪了，这不不站，我没紫苑，紫苑好了。 我来了，正面。如果有盾，别怕，兄弟，你是最胖的。把这个杀了，能杀这吗？ 一活 牛鬼开大，真就不开大，在这边对炉吗？这流浪，啊，他拿了个力量臂甲。 对啊，这个你们自己也可以去搞嘛。如果你们会的话，我自己研究出来的，为啥不让我滚呢？咋就叫恶心人了呢？ 我又买，我又买，我又买。